嗨 ，Hello， Hello， 哎，昨天睡得还好吗？哎、欸，这 N 天旁边有带人吗？小姐啊，没有，没事，这不好，这不好说啊。这可以拍吗？可以啊，这是谁啊？没有，先不要啊。行，你叫。哎，小姐，嗨嘞。还累，还在睡觉，还累。哦，这一次还累在睡觉，还累在睡觉。没事。哎，我们今天有一个特殊的任务，就是我们想要突击一下你的行李箱啊，对，看看你们就是有带什么有趣的东西来这边。没有问题。哎，那我们先从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先从没有问题的鱼竿开始好了。你的行李箱在哪边啊？哦，这个是不是？哎，拿来借看一下，你不要掉出来。对啊。这个你从台湾带来的吗？为什么你要带？为什么你要带衣架？为什么你要带衣架来这边？妈宝是不是？妈宝哦，妈妈说的话要听啊！对，那妈宝啊，好，哎，妈妈都已经收好，收好，看一下里面，这衣服嘛，哎，你这本杂志，看一下啊，你不要看杂志，我觉得这页特别松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看一下，这个人还蛮眼熟的，小鬼，哇，好正，哎，都不小鬼就对了，为什么皱皱的？你还特别带了一个有小鬼的杂志，是没有啦，还是这个跟这个衣架是有什么可以结合在一起？没关系，你是不是用小鬼用衣架？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换一下，看一下 N 天的。你不要心虚啊，你感觉上就一般的衣物而已啊。什么？这是我活动的运动裤了吧？等下内裤大件也不行，是不是？那件武装裤带不够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SS 的，请开箱。这个是。比赛到时候领奖用的，哦，所以你真的有准备国旗来韩国？有，我是主张嘴啊。你有带队国吗？你要不要打出来看一下？有拿出来是韩国。直接去北韩。你为什么要去劳改啊？这个，你讲，感觉好大哎。你在恩天的身上啊，飞到我身上，刚好。这个，来谷歌唱一下。恩天不见了。看一下队长的，好，请开箱。看一下怎么开？你不要拿别人的来。哦。内裤不可以不用拍啊。很红哎，那这个是？也是国旗啊。我跟恩天打算踢了咬着的。咬着。恩天可以踢了。太大只。这怎么打不开？有没有用剪刀啊？就是拆开了。好，怎么办？队长，队长，个子披着国旗的时候，我们恩天要拿这个手双持插在后面，嘴巴咬着。恩天的，那时候恩天太旺了，那够旺。好，那我们请打在这样子，然后这时候恩天就这样开打。不要拍脸。我们下一个看一下 AN 的信箱，来，请开箱。哦，这个是毛巾还是什么？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这蛮大件的，这个是谁的？毛巾啊！毛巾，带毛啊！毛巾可以穿起来，好有袖子啊！上台他就比这个，不要睡觉穿。对，你真的上台要穿这个吗？上台就很宽，不要睡觉穿的，套一下，那是你现在套。可是你这套怎么好像跟旅馆里面付的那个？没有啊，你一进来就先把它收到行李箱了吗？哦，太美哉啊，是吧 ？OK， 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赖的行李箱，来，请开箱。小赖应该是最正常的啦，不用担心。小赖应该没什么东西，他看起来是正常，应该很正常啊。没垮啦，没什么东西，就是内衣裤啊，然后袜子，那边很多一包用具。OK， 好，那这边就是衣服了，是吧？基本的衣服啊，没什么，没事，假的。哎，假的，你刚掉了什么？哎，你不要挡住，哎，
没什么啊。哎、欸，这个东西是护身符吗？还是？护身符啊，算是放在里面。它是镇压。对对对。镇压，想不到它看起来最正人君子，但是正人君子才要带这种东西啊，所以这件都没有带。这个我听小赖解释一下，他是怕说这一路上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危险，对，如果不小心真的有这么被尬的这么一天，拿出来让，拜托。带起来一下。那5月27号有我们跟台那个韩国的比赛，那个西门町也有直播派对哦，那个西门町的 Friday， 请大家5月27号准时替我们在线上或者是到现场替我们加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这不是做效果。